偷内衣就算反革命啊？这是能当枪使还是能当炮使啊？这流氓不仅偷内衣，还摸女人屁股。我姐昨晚上下班就被流氓给摸了。哎，那咱要是把流氓给逮着了，算不算干了一件革命工作呀？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抓流氓啊！我就一说嘛。牛啊，秋水，要我们抓住了流氓，开学够吹半学期的了。牛不牛我倒不管。 半生不熟的瓜蛋子，怎么着？怕我吃了你们啊？流氓肯定喜欢这样。 你不听我，变态。